LT900-25A 通用型光纤冷接字。根据接续端光纤类型选择使用250线套。用米勒钳剥去 0.9 毫米光纤涂覆层，检查光纤是否受损，用酒精清洁裸光纤。将光纤卡入冷接子导轨条左侧 0.9 毫米卡槽，切割 0.9 毫米光纤，裸线长度为8毫米。从 0.9 毫米光纤接续端插入 0.9 毫米光纤，光纤插入到底后，顺势推上套管。用米勒钳剥去 0.25 毫米光纤涂覆层。检查光纤是否受损，用酒精清洁裸光纤。将光纤卡入冷接子导轨条右侧 0.25 毫米卡槽，切割 0.25 毫米裸纤长度8毫米，从 0.25 毫米光纤接续端插入 0.25 毫米光纤，光纤插入到底后，顺势推上套管，按下压盖。性能检测，性能显示，下面是分解演示。一，用力向上倾斜15度顶出压盖。二，松开光纤固定套管退出裸纤。三，重新装上光纤固定套管。